近日，有网友爆料黄子韬用与徐艺洋的合照做头像，引发恋爱绯闻，之后又被扒出二人的游戏号是情侣关系。黄子韬曾开直播向网友澄清与徐艺洋的绯闻，他解释道，关于头像是觉得好看就随便用了，而玩游戏与徐艺洋组情侣关系是因为身边没女的，只能用徐艺洋的，看别人都挂着，自己也就挂着玩玩，没想到这么多巧合都和徐艺洋有关。随后黄子韬工作室针对近期大量的不实言论发布严正声明，声明中罗列了部分发布关于黄子韬先生不实消息的账号，警告他们立即删除。声明表示，他们发布的内容存在诸多恶意杜撰的虚假信息，包括使用恶毒言语的侮辱诽谤，严重损害其形象和声誉。爆料出游戏情侣号的网友在看到声明中很是不解，他自己都承认了情侣账号，为什么要告我啊？